最近有本书叫《濒临绝种动作图鉴》，里面收录了很多快消失的动作，例如转频道按钮、玩昂阿标、检票、点火柴、没讯号时拍打电视、在卡拉 OK 用号码遥控点歌、饶虫检查等等。今天就让我们穿梭时空，带大家回顾这些动作，看你还有没有在做。